下一首歌叫《听月》哈，那这首歌是有一次我就是在大道城哈，就是走在那个圆环啊，看到一个那个妈妈哈，她是看起来有点就是有点浮肿啊，感觉有点被打过还怎样，然后她就坐在圆环那边啊，小孩就是站在旁边哈，就也有点不敢跟妈妈讲话，因为知道妈妈可能在难过还是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就我过去问她说你需不需要帮忙啊？他就说不用不用，然后他就走了这样子，然后就想到也许我们生命中有一些无可奈何的时刻哈，那也许我们没办法自主，没办法自由，但就写下这首《听月》献给这些人，然后这首信《听月》，谢谢大家。听见。天地红颜几何，故乡暖色，家在何处穷尽，谢谢大家。